周杰伦出道多年，唱红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，超强魅力可是迷倒万千粉丝啊。今日他忙着巡回演唱会，在某一场演出中竟意外有个爆笑的小插曲，有位台下歌迷语出惊人，一下影片包准笑到喷饭。一个朋友叫范雪，已经爱你十几年。哦，他有那是因为你结婚了，他最近决定嫁给魏俊凯。在台上笑场的周董也立马神回，我觉得他的这个想法挺好的。周董你这样赞成，但人家小凯的粉丝们可是反对呀，在网上纷纷留言，先排队一把，千万跟拿着号码排的。排队排队别插队，看来就算周董谦让，但这桩美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